没办法，我只能在这里吃了，太阳太晒了。这果肉还是比较厚的。这个种不管颜色怎么变，它的种子的颜色都是不怎么变的，它是褐色，它种子是褐色。我们一般吃的榴莲，它的颜色是发黄的，就是发褐色的，颜色比较黑，果肉比较厚重，花生奶味很重，很好吃。这个品鉴完毕。比较稀少这个种，这个型比较稀少。